Assassination in front of my house. I strongly ask you to catch the murder. Story to counter religion is our front transaction. I'm going to prepare a strict protest to your family. Kingu 선생님, 전 괜찮아요. 선생님은 우리 대한민국의 희망이고 저의 영웅이세요. 마땅히 도와야죠. 몸 조심하십시오. 言わないか。言わないとある人が言う。明日新聞発布会があります。君も連れて行け。近況を隠された場所が我々に報告した情報を発表する。가지 않겠다。行かないと大丈夫。ある人は行く。 逃げられっとが、いろっと逃げさせないでくれ。はい、田中、教えてください。待った。兄弟。 下车吧，这车是我们的了。
你刚刚嚷嚷什么呢？这念。上海虹口公园大爆炸。 就是我家，先生里面请。金先生，金先生。 我这儿来往的人多，就委屈金先生在客房里暂住，散居各地的贵国代表由我安排人去联系。多谢楚先生安排周密。金先生干下了天大的事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您现在可是日本人四处追打的要犯呢。楚先生，大智大勇，谢谢你。爹。啊，老爷。哈哈，阿三啊，小根子又长高了。 托老爷的福，殿庸辛苦了，我们刚知道您回来。啊，冯章、佳蕊，这位是爹在上海的朋友，也是咱家的贵客，张先生。张先生，小儿奉章，儿媳佳蕊。张先生好。哦，啊，好，好。 都给我听好了，哪儿来的？给我回哪儿去！本县县长有令，所有的流寇饥民马上退回码头。凭啥呀？老子在前线打小鬼子，打得你死我活，到这儿你还不让待，他娘的，给我上！静静，静静。
大家都静静。请问，你是凭哪一条让他们离开嘉兴？凭我侯景宗的话。 请问，您是哪路神仙呢？县长，这位就是嘉兴的商会会长祝福成先生。原来是楚先生啊！本县为了严防贼人趁乱混入嘉兴，也为了嘉兴百姓的安危，所以禁止一切饥民进入嘉兴地界。侯县长。 那你更不能阻拦他们了。此话怎讲？这些人都是楚某刚从上海招来的职场工人，不是饥民。来来来，大家都跟我来啊！站住！侯县长，县长战备急需物资，你堂堂国民政府的一线之长，竟敢阻拦我的工人进场开工，难不成你是想破坏国民政府的战时条令吗？来，都跟我来。 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晚点没问题。过两天呢，我找人给你带回东北去。不，爹，我不回去，我爹让那小鬼子给杀了。谁是你爹？我儿子也叫小鬼子撒。爹，回去回去，给你送回去。爹，你妈的！哎，叫我爹！哎，真他妈小鬼子！哎，真他妈小鬼子！这些个灾民流口。 跑进嘉兴，必定惹是生非，让老子怎么管有数？楚福成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给我盯着楚家人！报告。哈哈，邝队长啊，我看楚福成有钱的很呐，当街施粥，白花花的银子花不完了吧？县长。 这楚福成是嘉兴商会的会长，以前呀也当过大官。听说，就连他都动不了的。邝队长啊，本县初来乍到，有些事儿还要仰仗你这个嘉兴的地头蛇呀。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啊。你的保安队。 装备该换换了吧？世道乱得很呐、啊，为了保境安民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嘛，啊！你知道怎么找？ 大日本皇军还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穿上皇军的衣服，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。我数三个数：一、二。
这是我妈妈的僧人，也是我们的联络暗号，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？金先生，现在情况复杂，崔先生中枪后的情况，我们是一无所知。我看呢，还是暂时不见的好。 这边请。老爷，侯县长跟邝队长来了。啊，楚老爷在吗？金先生。哎呀，楚老爷。侯县长，昨天真是误会啊，侯某前思后想。 赶紧登门拜访，表示歉意。啊，抗战事大，侯某愚昧了。啊，既然来了，里面请。好，请。好啊，不愧是本县大户。侯县长，这边请。啊，不用客气，随便就好，随便就好。啊，请坐吧。啊，好。听说楚老爷常在上海，应该听说日本人被炸的事儿了吧？那可是震动全国的大事啊！楚某岂能不知？接上峰指令，要我加强本县的治安，严防刺客流窜到本县为非作歹。我认为，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，都应该敬佩这个刺客，被他的义举所感动。 何来歹人一说啊？哎呀，本县是个粗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些个人要是为了理想、信念什么的，也就罢了；若是为了钱财，那可就要另说了。目前本县的治安力量很差。 楚老爷是党国的元老，又是嘉兴名门望族，生意通江达海，为了保境安民，我想请楚老爷带头搞些个银两，以充实本县的治安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如果不是为了驱赶灾民，楚某愿带这个头。昨天那些人。 不是您的工人吗？侯县长，需要多少，您就直说吧。10,000大洋。10,000大洋，哈哈哈哈。
侯县长，区区一个嘉兴保安团，需要10000大洋，你说笑了吧？哎呀，楚老爷家大业大，这点钱多吗？不多嘛，买下半个嘉兴县城，也不过10万大洋吧。 邝队长，快快请坐，我让人给你备了茶。楚老爷，我看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楚老爷商务繁忙，鄙人就不打搅了，告辞。阿三，送客。 这老家伙语言不尽，哼！您这下一开，再有钱的主儿吓跑了。您看，要不要先控制一下？对，地方武装也是武装，我们得把那帮财神爷都保护好了。出发！叫人跟我走。是你，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 爹，他们这是把我们软禁了。凤章，记在心里，速去联络，通知他们如约赶到嘉兴。都记住了。爹，你放心。一路小心。 去吧。好。凤章，我看看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南京代表南坡先生托我转交这封信，他希望由您出面营救金九先生。目前，考虑到日本人会遇见刺杀事件跟中国人重新开展，这种情况下。 您只能依靠自己的民间身份做这件事，不能牵扯到任何人，也没有外援。老家伙还没动静。老六，掌柜的，去看看老板啊。 老爷，那个乞丐快不行了。楚老先生，病人只是身体虚弱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。啊，谢谢你，阿三，把我送送大夫。是。楚先生，让我见见仲之君吧。 金先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觉得还是暂时不见的好。好，我等楚先生的安排。都记住了，谁也不许提起咱家来过客人的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，好，都去忙吧。
楚公子，你在这儿啊，得委屈几天了。写吧。写。老爷。娘的，都成肉片了，还他妈写诗呢？ 老爷，搞些个银两，一万大洋，这点钱多吗？多吗？爹，凤家是不是来信了？价钱已经开出去了，数目不小，让姓楚的考虑几天。 佳蕊，爹知道你与凤章自小心心相印，也知道你们的感情。你放心，爹自有主意。爹。 治病要早，出货要狠。为了买这个委任状，我没他妈少花银子。报告，楚老爷的。这么快？哟，楚老爷。侯县长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。请。<笑>这1000块的银票，您收着，还望侯县长能督促邝队长。 尽快抓住绑架犬子的匪徒。好说好说。楚老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少奶奶看起来好像有心事。先生有事吗？我老侯是党国委派的一线之长，绝不能接受乡绅的贿赂。我想见金先生，请帮我通报一下。金先生。 您误会了，这1000块银票只是想请侯县长督促保安队。我们家没有姓金的人。为了表示侯县长对维护本县治安的谢意，楚某一定会尽快的筹集钱款以资助保安队。<笑>是楚先生，麻烦您告诉他一声，我想见他。 哟，楚老爷，您来县衙有事儿？邝队长，县长，我正找您呢。绑匪这帮王八蛋也太不把您和保安队放在眼里了啊！咱赶快把装备换了，我找他们算账去。
邝队长，楚老爷筹的这点钱不够换枪炮的。县长，再说了，咱们在明处，绑匪在暗处。本县的意思是，先调查调查吧。啊？成，知道。我是金九先生的侍卫，我叫崔忠直。 请让我见他。啊，这位先生，你说的人我不认识。您的谨慎我很敬佩，但请相信我。阿三，送这位先生回房休息。是老爷，这边请。 长官，绝对没错。我在前线跟小鬼子打仗的时候。 被俘虏过，我听口音听得出来是他们。放我把枪，我再见到他们，我杀了他们。来，咱们俩一起玩。以后有小鬼子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 你还有其他的朋友吗？叫过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快跑！我要抓住你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先生。 是不是饿了？很饿。家里来了客人，老爷让备些荤菜，这不刚买回来。什么客人？你就是客人啊！楚老爷真是太客气了。这个人鬼鬼祟祟的，我看。 找我有事？太虚心事，这一定是我们金九先生的书法。你认得韩文？是。楚先生这是明知故问。楚先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是崔忠直，请让我见见金九先生。看来这位先生啊，还是不大了解我。 楚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，研习过日文和韩文，德文嘛也略知一二。他懂韩文，他懂韩文。楚先生，现在没有疑虑了吧？啊？哎，不急不急，金先生，在见面之前，我还想请你暗中辨认一下此人。
我跟他见面，再聊一下。不，金先生，你的信心我十分理解，但既然你在我这儿，我就必须为了您的安全考虑到万无一失。这样，我还想再检验一次。不知楚先生还有什么计策？金先生，你手上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崔先生认识？ 真漂亮，是你绣的还是别人绣的？真漂亮！我是崔中植，请让我见见金九先生。邱先生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寇队长，亲自遭绑架的事，还请邝队长尽快调查。封章是在我的管辖地面上出的事儿，于公于私都应该由我来负责。这个，您拿。小的，小的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 少爷，最近这嘉兴城可不太平了，这几天都死了好几个人，前两天还有一个乞丐被害，这个人经常在你府上讨饭，估计您见过。少爷。 什么人会害一个乞丐的命呢？奉命带金兵。邝队长，跟您说件事。金九发表声明。 429爆炸案，他是主谋。
先生是在找这个吧？楚先生，我急于见到金九先生，请原谅我的冒失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，楚先生以前也是革命党人。金九先生曾经说过，他要转移到嘉兴，楚府城家里，请先生相信我。哎呀，先生所言之事。 楚某实在是听不明白。最近这几天，家里遭遇了变故。既然先生身体已经无恙，恕楚某就不久留了。那这个，你拿上，换些钱，就当做回乡的路费吧。 先生太让我失望，这是我妈妈的身份，也是我们的联络。您这是在羞辱我，请先生让我跟金九先生见上一面。 只要金九先生看见我，一切就都真相大白。求你了，前のこと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し、私の家になぜ来るのも知らない。お前が探している人がここにいても、絶対に私は帰るぞ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 楚府城，追！这些匪徒公然侵入我的私宅，若不是邝队长及时赶到。 我楚府城早成了孤魂野鬼，楚府老爷严重了。这样吧，邝队长，全城戒严，保安队严厉追查盗匪，楚老爷家也要加强保安，昼夜巡逻。你要保证一只苍蝇也不能飞进来。都和奶奶给我听清楚，一旦有陌生人靠近朱府，格杀勿论。知道了吗？是。 黒，哎，停！站好。山田大佐，你呢？别让我们狙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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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是楚某大意了，日本人实在是太可恨了，竟然让崔义士。忠心官，一万素，半的西，半的西，嘎普罗格内，这些金先生的事，已经是刻不容缓了。 山田大佐の電報が来ました。小野君、我々日本帝国は。第二分帝国は中国人に停戦行為を撤決しました。日本軍人は停戦線以外に現れるできません。私は軍隊に中止に泊まれ、僕も知らせてやりました。週間のこと、君の凍結が必要です。3日間、最終包囲を出しなさい。
近点。认识这个人吗？这人是大日本帝国的要犯。你要是把他交给我，不但能得到60万大洋，还能在皇军到达嘉兴之后，继续做你的侯县长。县长阁下，你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明天安排你的矿队长跟我见一面，我要单独跟他谈谈。走。掌柜的。西藏，你没事吧？掌柜的，你没事啊？都给我滚！去！娘的，一群废物！掌柜的，您别着急，这日本人他不就是为了要人吗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不行啊，我拿枪上姓楚的那儿，我逼他把人给救出来。你放屁！哼，楚辅成是什么人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在日本留过洋，和孙中山搞过同盟会，参加过武昌起义，那几万人的阵仗都见过，就怕你这个。掌柜的，那要不这样的话，这日本人的钱他也不是好拿的呀。要不我给他送回去。等等，拖几天再说。楚辅成看见答应我的看法。楚辅成看见多答应我的看法。楚辅成看见他用自己的船给日本人拉劳工。我都看，楚辅成看见，楚辅成看见，快打过去看。哦，邝队长，快来坐下。小鬼子，你胆儿可不小啊，竟敢请我邝进城来喝茶，我可正到处找你呢。邝队长，我非常欣赏你直来直去的性格。那好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今天约你来，就是想请你帮个忙。哟，您这碗饭，我可吃不起。侯县长，啊，看来邝队长是不想给你面子。邝队长，你看这。您可别忘了，现在这嘉兴还是国统区，还轮不着他们在这指手画脚的。恕我不能从命了。邝队长，不得无礼。邝兄，稍安勿躁，这事儿不急，还请阁下再慎重考虑一下。实话告诉你，3天之后，我大日本皇军就会出现在嘉兴城下。到时候，告辞。不用3天，老子现在就崩了你！邝进城，你要冷静。我们走。今天你要是要了小野的命，那日本人很快就会兵发嘉兴，到时候嘉兴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再说了，日本人又不是冲咱们来的，都是姓楚的家里藏了人，
那可是他们找了很长时间的要犯啊。邝队长，只要咱们网开一面，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。啊，反正他又不是中国人。日本人说了，只要咱们撤人，功劳算在咱们头上，这60万大洋。邝队长，你拿一半。县长，你真以为这箱子里有60万块大洋？走。日本人抓了大量的中国人去日本，他们用的是我们停运的商船。这是各位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已经被识破了，他们必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。估计此时此刻，楚家的四周已然是杀机四伏，但正好趁此机会转移日本人的视线，把金先生安全地送出去。为了救我一个人，楚老先生付出的代价金先生，请做好离开的准备。不管我做什么，都希望金先生不要过意不去。楚老爷付出的太多了，我要给他个交代。去吧。ようやく今年だ。咱们俩就不打哑谜了。刺杀日本人的人就藏在你的家里，这可是一大笔钱呐。楚老爷，这事儿我可一点没透给日本人，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这个大礼楚老爷您看值多少钱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老爷，这是绑匪来的信吗？侯景宗，两头要钱，不讲信用。要我3日内拿钱赎人，不然就撕票。东厢房那几件瓷器，明天你拿到钱家当铺，请他高抬贵手估个价。想活命？收收收！好，把
他们交易的时间地点告诉我，我重重有赏。你远田有钱庄，请陈老太爷务必备齐两万大洋。老爷，这宅子抵了可就……阿三，给每个人发10块大洋，让大家收拾一下，各自回乡下去吧。老爷，可事到如今，只能委屈大家了。是老爷。看什么看？滚！滚！全都用在姓侯的身上了，绑匪要的也不是个小数目，这些都是凤章以前送给我的，我想当了。佳蕊啊，听爹的话，爹心里有数。爹，有句话，做儿媳的不知该说不该说。啊，有话你就说吧。自从凤章出事以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您从来都没有为他的事情操办过。佳蕊，凤章是被侯景宗的手下绑架的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你横着捏一下。县衙所为。县衙所为，这事不能说破。一旦说破了，侯敬宗很可能恼羞成怒，杀人灭口。爹必须先拿出钱来，以资助保安队的名义稳住侯敬宗。不但要给他钱，还要多给，才能保住凤章的命啊！我明白了。佳蕊啊，事到如今。爹也就不瞒你了，在咱家做客的张先生，就是在上海刺杀日本人的金九。爹是受了韩国临时政府驻南京代表南坡先生之托，才保护金先生躲避日本人的追杀的。日本人先是混进咱家，又在外头肉眼监视，为的就是要抓住金先生。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了。如果不设法转移日本人的视线，送出金先生的计划就要落空，这才是爹的心病啊。凤章就是为了帮爹完成这个心愿，才在回来的路上被劫的。佳蕊啊，你帮爹一个忙，明天我假扮金先生去县衙引开那些日本人，你送金先生走。老六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啊啊！等等，你去把楚风章带到这里来。楚老爷，最近您家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还有闲情雅兴请我来喝茶，佩服。哈哈哈。邝队长见笑了。事到如今，楚某也只有破财保平安了。哎呀，这楚老爷破财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楚老爷保的不仅仅是自家的平安吧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也就是换个心安理得罢了。这年月啊，能求个自保就不错了，该不帮他。就别帮了，别的可以不管，
但是诚信和国人的气节不能丢。好气魄，楚老爷，我邝进城就冲您这气节二字，甘愿赴汤蹈火。我就是想请邝队长替我押运一件货。这件货，邝队长在楚某家里是见过的。是什么货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楚老爷，嗯哼，好眼力。您说吧，要押到哪儿去？完璧归赵。这件宝物可是价值不菲啊！我知道，60万块大洋。嗯。里面请。走，来，走。報告します。おばあしさやまら、情報なし。老領も来なかった。出门后，你送秦先生走。佳蕊，为了金先生，您必须这么做。我从小就没爹娘的，是您把我带大，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我一直都希望有个机会能报答你，您就给我这次机会吧。如果凤昭回来，你就告诉他，那件毛衣我已经织好了，就放在他床头的柜子里。佳蕊，
说。上回上海脱险，让先生假扮车夫。这次离开嘉兴，又让先生装作船工，委屈了。能为楚老先生当一次船工，这是我敬酒的一大心思啊。刚才过去的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？这是楚家少奶奶。原来是少夫人呐，你这是？县长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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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万呐！去去去去去出去！少夫人，快请坐。好啊！县长，邝队长，外面为什么打枪？这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非往县衙里闯，我让保安队给挡住了。你们俩右边，快！这日本人为什么非要往县衙冲啊？不清楚啊。加强戒备，邝队长，你一定要顶住啊！是。哎呦，这公司也多久了？哎，你怎么哭了？没关系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我这县衙安全得很。县长，哎，县长，我先把他送回去。你去送他？那日本人这边？没关系，兄弟们都在门口把着呢，他们进不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少奶奶，请。等等。
走后门。风筝，老奶奶，行，谢谢邝队长。好好在这把玩。是。好，走。日本人是冲那个娘们儿来的，楚辅成把那个娘们儿打扮成男的送过来，让日本人以为是金九被送到了这里。楚辅成，你这个老混蛋，瞒天过海！上当了，到我这儿来的那个人肯定不是金九，我没骗你，金九肯定还在楚辅成家呢。太君，我没骗你，太君。楚辅成在哪里？进城，我必须抓到金九。凭什么呀？你以为能挡得住我吗？去你奶奶的！有能耐你从旷野深深跨过去。是。凤章和嘉蕊都已经安全了。邝队长，谢谢你。我不过是跟您一样，做了件男人该做的事而已。我，楚老爷，您给我的那两根金条。我以您的名义存到了天佑钱庄了，这叫物归原主。邝队长，小野。我们中国人的这堵墙，你小鬼子是跨不过去的。
苏先生，我们的国民会议能在这里顺利召开，我们大家感谢您的帮助。金先生，别皱了。楚某受南坡先生之托。 雪依旧。